妈的救啊！哎，出来！哎，出来！啊，出来做一挂代志。天地开疆，万代吉祥。为中华民国一百零八年四月十八日，这日同时，鸿海科技集团庄。你是妈做呢？你当时一定有搞啊！发忙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啊，今仔日呢？妈做定定搞发忙。八座呢？去哪里？啊，心有灵犀，你讲哦，你应该哦，受到八座的坚持，所以咱受苦受难的八辈子，爱做好事，好做好事。对，所以年轻少年的，爱有希望，啊，对两岸的和平，你爱维持支持。妈祖讲和平、繁荣啊！哪讲大家哪妈和平繁荣以后，经济自然会好。经济好，经济好以后，大家呢在庙里高举高大肩，妈祖对高命，更多的人。妈祖讲，你要出来，不是为了贪钱。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心灵享受，一定照妈做，我支持，我敬你，谢谢大家。两年前，就是现在啊，郭大，那就是啊，石伟公荣誉主席江青秀。